豆红。妈，你饿了？我不饿呀。你就是饿了啊！好好好，我饿了。我想吃什么呀？你想吃奶油意面？那我觉得你想做两张卷子。哎，那我觉得你还想吃千层蛋糕。嗯，我觉得你还想练两张字帖。好，成交。当做吃的变成作业会是怎样的体验？先做意面，放一勺盐煮十分钟，捞出来备用。另起锅烧油，先把洋葱炒软，加块黄油，味道更香浓。再把培根和口蘑放进去，加半杯牛奶，两勺奶油，半勺盐，放入煮好的意面，再翻炒一下，再调个蛋黄料汁，浇到意面上，收汁出锅。闻着就好香，先尝一口，配点蔬菜，玩的一口下去，满足。还有一个彩虹型的，第二项也完成了。带来了吗？卷子，我的意面呢？意面。就是这个味儿。下一个，我的千层呢？那如何？哇，彩虹色，你超额完成任务，嘿嘿嘿，美味。尚可。合作愉快。哎，牛宝呢？怎么了？我的虾怎么没了？楼下的吧。欢迎来到德莱联盟，王牌飞行员身前出战。我现在需要征用你的飞行战队一号战队，给一号小分队来个完美变身。小虾兵清理干净，变成180克虾仁，加150克水打成虾泥，加一勺盐，一勺鸡精，一大勺白糖，380克淀粉分3次加入，最后揉成这样的虾面团，搓成粗长条，切开水开下锅煮到飘起，一定要拨动一下，飘起再煮15分钟，捞出过一下凉水，再晾干一个晚上，成这样，切成薄到极限的片，再风干一两天，风干后的虾片可以保存3个月哦。那现在可以让虾片变身啦，变色就捞出，千万别炸糊了。虾鲜味儿已经出来了，看这酥脆，关键是味道真比买的好吃。虾片，不好吃。哎，站住，你怎么全拿走啦？这是我的虾兵上将，我要指挥他们出战。哎呦我的妈，小伙啊，你干嘛呢？等会儿 Begin to 是什么时态？是一般交来时。对，过。你监视我，我可是有自控力的。哼，我也是为你好嘛。你就是不相信我。别生气，我给你做甜品。不吃不吃，做个草莓千层，不信搞不定你。3个鸡蛋里加10克白糖打散，再加30克融化的黄油，加大马力搅拌到完全融合，再有250克牛奶的加入会更香浓，再让它们完全融合。现在加100克低筋面粉过筛，再搅拌到稀泥顺滑，过筛到一个带嘴的容器里，千层皮的面糊就好啦。电饼铛里倒一层面糊，摇晃一下，大概30到50秒，完美的一层就烙好啦。接下来打发奶油，500毫升奶油里加50克糖，打到干一些的状态。拿出漂亮的圆饼，一层皮，一层奶油，一层草莓，再一层奶油，重复又重复，最后再盖一层皮，整理一下形状。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神仙颜值？我不信那小孩能抵挡千层的诱惑。哼，还生气呢？草莓千层，哎，下不为例哦。怎么只有一块啊？还有都在这儿呢。这还差不多，这还差不多。我回来了。哎，我的快递呢？你干嘛呢？哦，喂兔子呢。拿什么喂呢？这是我要做青团的艾草。哎呀妈，这熊孩子差点做不成青团。还剩这些能用的，摘下叶子洗干净吧。水开煮3分钟，记得放2颗小苏打，烫熟后捞出来过凉水，要多洗几遍。洗好用料理机打成泥，这是500克艾草泥，1:1比例，加500克糯米粉，100克玉米淀粉，100克白糖，揉成面团。如果太干，可以少量多次的加水，最后成这个状态。上锅蒸30分钟，这个时间来做个网红肉松蛋黄馅，还需要8个咸蛋黄，我没有，但是我有这个咸鸭蛋黄，比较咸，放4个就够了。过筛到肉松里，加几勺海苔碎和白芝麻，80克沙拉酱，揉成团并搓成小圆球，搓好备用。蒸好的面团趁热揉进100克黄油，揉好的面团揪一小块，捏成圆饼，把馅儿包起来，裹上保鲜膜就好啦。这样做放几天，吃着都是软软糯糯的。天哪，真是抵抗不了拉丝的诱惑。小子，尝个青团，好吃。哎，干嘛去？小辉，这个很好吃的，快吃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这么巧，买螃蟹呀？对呀，我们家那小子不是非要吃吗？哎呀，别买了，去我们家拿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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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也不会做，你做了咱一起吃呗。走走，那好吧。Later。哎呀，别客气。不是，那你们晚上来吃啊。好嘞。
炸！细致，不愧是他。一纸屑，这么多人。哇，这才是吃螃蟹的正确方式。那洗干净的这些蟹壳就可以组装我的蟹肉了，这多真呐！一半淋上黄油，填满芝士，扔进烤箱200度10分钟，就是大众都爱的芝士蟹堡了。我是打算做两种蟹堡，那另一种叫雪花蟹斗，打个蛋白，熬个造型，上锅蒸1分钟定型，再移到蟹壳里，是闻名苏州的传统菜呢。最大的扣中间，以简乱真的蟹堡双拼就做好了。除了这个，还剩不少蟹肉，我又做了个蟹黄豆腐。其实饭店就是这做法，牛吧？还以为饭店是蒸蟹黄呢。那还有剩的，就来个蟹黄拌面，是最圆满的了。哇，这我赌他们吃不出来。你这假蟹做的也很真啊！哎，门铃响了。妈妈这手艺可真不错，那还不是多亏了你那一只大螃蟹。哎呀，客气啥，咱们都这么熟，我还有龙虾呢，明天也拿来，让你妈做了咱还一起吃。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完了。媳妇儿，你上榜了啊！三月美食新锐榜 ，Yes。儿子，晚上想吃啥？别动，后面有人。嗯，没人啊。问你晚上吃啥？这次一定要吃鸡。吃鸡？嗯，好嘞。正好今天买了只三黄鸡，那就来做个能爆汁的烤鸡。先给鸡去头去尾去汁尖，盐水腌2个小时，这是爆汁的关键哦。按屏幕上的配方来调一个酱汁，给腌好的鸡淋上酱汁，并给它做个全身按摩，肚子里也要灌上酱汁，盖上保鲜膜，冰箱冷藏4小时。腌好后，把鸡腿、鸡翅裹上锡纸，避免烤糊。给鸡肚子里塞上苹果，用牙签封好，然后把鸡腿、鸡翅绑一下，定个形，烤箱130度60分钟，中途每隔半小时用融化的黄油蜂蜜刷一遍。准备自己喜欢的蔬菜，用椒盐或者烤肉酱调味，最后半小时把蔬菜放进去，再烤半小时后，鲜嫩多汁的烤鸡就可以吃啦。哇哦，看着多汁，我得来一口，好嫩。那你要吃的烤鸡？烤鸡我要的，可是太香了。那你待会儿带我一局呗。不行，你肯定是个盒子精。那你把鸡腿还我。那好吧。Can you blow my whistle, baby?